金毛一般吃什么狗粮？金毛属于大型犬，同时还是长毛犬，既要保证毛色的光泽，又要保证狗狗的健康，怎么吃是一门学问。今天我们就来科普一下金毛一般吃什么狗粮，来达到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及合理的膳食结构。一、肉类及副产品。肉类食品是铁及一些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，其中蕴含的蛋白质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，因此用此类食物喂金毛狗狗，适口性好，消化率高，易于迅速吸收营养。二、鱼。鱼肉类富含的深海鱼油对美毛效果很好，营养比较丰富，但是鱼的适口性不如肉，同时要避免清理干净鱼刺，并且对鱼类过敏的狗狗不宜食用鱼类产品。三、乳品。乳品对金毛来说也是很重要的，乳品中含有金毛狗所需的大多数营养成分，而且乳品的适口性好，一般来说不管什么种类的狗狗都比较喜欢喝奶。四、蛋。蛋是蛋白质、铁、维生素 B2、维生素 B12、叶酸和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 的良好来源，但不可将蛋当作主食，蛋只能是额外的营养补充。现在市面上也有不同种类的狗粮，大家可以按需购买，但挑选狗粮的时候要注意自家金毛的年龄、体型以及有没有特殊的营养补给需求。